人。早和你说过了。来得很是时候，不过你该出去了。3、2、1。这里坚持不了太久，马上去找纳维莱特，告诉他水下防线即将崩溃。他来之前，我们就是最后的手段。你觉得闸门能坚持多久？看我们本事了。行者，我需要你马上前往歌剧院，再过不久弗尼娜将在那里会见仆人，请你务必保护好弗尼娜，不要让她跟仆人独处太久。一定，衷心感谢你。纳维莱特大人已经对两位传达过了，稍后不会是个随时动武的场合，但也请你们尽力保护弗宁娜大人。原来弗尼娜小姐说的贵客是你们二位。当然当然，这里怎么能少了他们呢？我的甜点桌前客人不能少于两位，否则就太寂寞了，不符合我的身份。很高兴见到你，旅行者，久仰了。我是愚人众执行官仆人。我早就为你们备好了座椅，来吧，坐到我身边来。不知道两位是否知道我跟弗尼娜小姐的习惯，其实前不久我们约定过有时间就一起喝茶。你看，这是弗尼娜小姐非常喜欢的蛋糕，每天只限量发售16片，错过就没有了。旅行者和派蒙也尝尝吧。旅行者，你觉得蛋糕怎么样？
那我就放心了。果然公子说的没错，你的口味和我跟福妮娜差不多。不知道他最近过得如何，你们几位应该都听说了吧，公子失踪了，真叫人担心，但愿他擅长游泳。既然你们这么说，我也得补充一句，他的武艺应该还是不错的吧。听起来弗妮娜小姐也知道他这方面的情况。哦对，差点忘了，他就是在你面前受到最高审判官纳维莱特的制裁。我的这位同事放在别处可算是好手，只是没想到对上了那样的人物。对纳维莱特先生实在得说一句佩服。如果是你确实可以查到。还以为这些消息能让你高兴一些呢。当然，就是有一点可惜，如果能来得更早些就更让人高兴了。要知道现在距离公子失踪已经过去很久了。但是公子还活着，请你放心。哦，如何确定的呢？因为我们找到了他离开梅洛彼得堡的线索。线索通往何处？梅洛彼得堡位于水下，只要不是从大门大摇大摆地走出来，他就只能走。那倒是一件好事。他妹妹东尼亚前些日子还往枫丹寄了信，可惜他不在，我代收的。请教一下，他一般回信怎么写来着？亲爱的东尼亚，见信如晤，我正在歌剧院前欣赏街景，是这样吗？书信无非就是那几种固定格式，只要信里内容准确，写成什么样，以何种措辞都……茶杯里的水在抖，想必这也是某种预兆呢，弗妮娜小姐。我不太明白你为什么这样说。预言进入下一个阶段了吗？有劳你们了，接下来交给我。确定不需要帮手？不要紧。啊，所以你能处理这种情况，果然是因为……谁知道呢？也许是因为你很有责任心吧。有道理。就如预言所示，这一天或许迟早会到来，可不该是现在。如此古老的力量能轻易毁灭某个种族，无边的灾难等同于愤怒的宣泄。这场审判过于宏大了，请恕我无法参与裁决。
看来里面的问题得到了平息。我猜我们暂时安全了。是的，暂时。这次是我赌赢了，你得送我礼物。好吧，确实如你所说。你们打赌了？啊，赌你是一个人来还是带着一群人来。克洛琳德觉得你不该单枪匹马。只是从形式上应该如此。这次事件的保密级别比我想的还高。你也应该习惯保密高的工作了吧？审判庭就是这样的。所以，赌输的人要送什么？茶叶？公爵办公室里有的是茶叶，还是送本法典给他比较好。嗯，应该不是在讽刺我法律意识薄弱。公爵肯定不会把梅洛彼得堡当作法外地区。我以为这里不会有太多人关注法典。很明显，刚才那是玩笑话。啊，水上还有没处理完的麻烦，是吗？有急事不妨先回去。我们都知道你不能离开墨芒宫太久。嗯，好，希望那边一切顺利。啊，好了，过家家游戏到此为止。弗宁娜小姐，身为神明，我想你一定对刚才那些现象了若指掌吧。或者说，原本我是那样想的，可看你的表情，我似乎猜错了。你想说什么？到了这一步，我们不再需要以外交身份对话。让我以一个枫丹人的立场来说吧，你最清楚预言。一切正在应验，然而你还是这样清闲，喝茶吃蛋糕，仿佛只是小花园里飞进来几只虫子，这样真的好吗？预言是一把悬在所有人头顶的利剑，所有势力都在寻找遏制灾难或自救的方法，就连壁炉之家的孤儿都在尽力拯救故乡。可是你呢？魔神福卡洛斯，你自始至终不采取任何行动，悠闲得令人震惊。没有，我从来都没有轻视过预言，也从没有悠闲度日。收回你的质疑，不要对神明妄加揣测。不仅是我如此质疑你，出身枫丹的千千万万人或许也正抱有同样的疑问。水之神，你要如何拯救他们，拯救我们？为你所庇护的子民要如何在这片沉默在即的土地上生存？我自有办法，这么久以来也一直在为此而努力。就算你轻视我，也没有资格否定我。枫丹一定会得救的，尽管我现在还看不到真正的未来，但只要这样继续下去，我就可以不愧对任何人。那请问，弗宁娜小姐所做的努力是什么？我们能在哪里看到？我……哦，就像预言，一切会在正确的时刻显现，你只是还无法看到那些事物而已。原来如此。不愧是神明，做出的努力我们凡人完全无从窥见。我冒昧地换个问法吧，弗宁娜小姐或许可以将能公开的部分告诉我们，例如应对措施。瞧你的表情，难道也没有？应对措施也是需要保密的内容。那我不妨提醒你一下，你们的御史裁定枢机究竟是做什么用的？迄今为止，它积蓄的巨量绿肠混能，你准备用来干什么？你说御史裁定枢机，它就只是如你所见的？哼，你也不清楚是吗？假如我没猜错，有人正在筹备一件事，只可惜，那个人好像不是你，
弗宁娜小姐。当时林尼在歌剧院，只是稍微靠近浴室机的核心，就沾染上了那么大量的绿肠混能。我因而注意到这点。要是这件事也和你无关，水神大人，该不会你真的什么都没做吧？哦，稍等，我想到了。今天最高审判官纳维莱特不在茶会上，我想他一定是受弗尼娜小姐命令去处理什么麻烦了吧。啊，对对，是这样的，还请你保密。当然了，不过离了最高审判官，弗尼娜小姐似乎很没自信呢。好吧，就让话题停在这里，还有几块蛋糕，各位不要客气。旅行者，听说前些日子你被最高审判官委托了一些麻烦工作，请多取一块蛋糕吧。啊，派蒙也请。谢谢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啊，吃完了吃完了，蛋糕还是很不错的。能上我插电桌的点心都值得信赖。哦，对，也得感谢仆人带来这些美味。不用客气，能被几位享用，想必也是这些蛋糕的荣幸。而我不过是投弗妮娜小姐所好，寻得一起喝茶聊天的机会。时间不早了，今天的茶会就到这里如何？我还有事在身，得告辞了。啊，好的，就到这里吧。旅行者，方便的话能送我一程吗？啊，我也一起去。这场茶会比想的还要麻烦。嗯？哦，为什么这样看着我？有什么事吗？没有的话，我想休息喽。很高兴你愿意跟我过来。公子只是个借口，我对你们和他之间的往事不感兴趣。我就知道是这样。上回你帮助了碧炉之家的孩子们，作为他们的父亲，我向你致谢。我看起来像那么不称职的父亲吗？碧炉之家很重要，你应该知道我对孩子们的重视。正式场合谈正式话题，非正式场合自然也不该聊太正式的内容，就这些了。我知道你刚从梅洛彼得堡回来，不必紧张，不打算套你的话。林尼、林尼特与菲米尼也在那里，我相信他们的能力和判断。他们很努力，一直在拼尽全力对抗阻挠他们的人，尤其是林尼。莱欧斯利吧，他不好对付，可惜林尼太要强，学不会依赖别人，比如我。就当是闲聊好了，你对弗妮娜感觉如何？你处在纠纷之外，是枫丹最自由最激动的人，不妨告诉你我的视角吧。以上就是这次审判的情况，公子大人被判有罪，即刻前往梅洛彼得堡。他不是说来度假吗？留下这些麻烦，难道他没有一丁点的羞愧？我罢了，也不是毫无意义。我打算见一个人，
需要我去准备吗？不必，我来执行。我需要见见水神弗尼娜，她是枫丹的核心。可有趣就有趣在，比起一个神明，她更像一个明星。啊、哦！你这小东西，过来。竟然敢跑，给我站住。我的目标只是探查神之心的所在，却没想到接近弗尼娜的机会竟得来如此容易，甚至让我产生怀疑。不设防的通常是诱饵，但没人能责难对诱饵动手的人。肉从挂上钩子那一刻就注定要被牺牲、啊、正如我出手前那一瞬间的猜想，神之心并不在水神身上，而且他似乎不像一个神，身上还有着某种诅咒的气息。你是谁？你要干什么？不要杀我，求求你。他瞳仁里的恐惧绝非虚假，或许他也的确不是诱饵，但无论如何对他下手已失去意义。我轻松地离开了现场，没有人找我，更没有人指认我袭击水神福卡洛斯。我甚至怀疑弗尼娜不敢把这件事说出口。稍后果然从眼线那里得到消息，弗尼娜返回住处之后小声哭了一场，她表现得极为害怕，整晚难以入睡，连蛋糕都没吃。毫无疑问，弗尼娜有问题。我有了一个猜想，或许她不是真正的水神，最高审判官纳维莱特才是。我得找到神之心，假如推测是真，神之心很可能在纳维莱特那里，又或者他被藏在了一些普通人不会靠近的地方。父亲，孩子们，梅洛彼得堡方面消息，公子，公子大人失踪了。此外，我们安插在梅洛彼得堡的暗线和买通的看守也都失去了联络。那个莱欧斯利干的吗？恐怕是的。一个执行官的价值往往比想象的更高，我们总算可以对枫丹当局发起外交责难了。去安排一次会面，我要见水神弗尼娜和最高审判官纳维。另外，林尼，林是是。公子达达利亚失踪并不在计划内，可他是突破口，借此事我以退为进，试探弗尼娜和纳维莱特，机会属于壁炉之家。我企图前往梅洛彼得堡一事不过是幌子。后面的事你应该都知道，林尼他们几个跟你有交情，不会瞒你。水神，大声喊出来也不会让这件事成真的。弗尼娜本人都装作无事发生。好吧。我和弗尼娜喝了两次茶，我得说，枫丹上层比预想的更复杂。先前我猜想纳维莱特才是水神，真到了这一天，又觉得不太像。我追随冰之女皇，知晓一个神应有的样子。纳维莱特也好，弗宁娜也好，他们都有所欠缺。你无法想象神会是这样的，也只是我的感觉。很多时候感觉没有理由。身为情报工作者，忽然发觉连故乡的神明是谁都无法辨别，也真是件趣事。你不觉得枫丹很特别吗？很多事还没浮出水面，灾难就要来了。枫丹人想活下去，恐怕得自己想办法。归根结底，活着才有机会。如果以后有需要，我愿意与你合作。
不用现在就给出答复，我有种预感，事态还会变化。你的名字通常与义举联系在一起，我想我们会有联合的一天。他回来的真快，你们一定有话要说，我先告辞了。解决了吗？现阶段是的，但长远来看这个问题很棘手啊。感谢你保护弗妮娜。简单的说，我用我的力量逼退。胡人果然对弗妮娜施加压力了，他在试探她。尽管我请讲。还是水神吧，我们明明是瞎猜的。不能说嘛。好吧好吧，那聊点别的。假如你们指的是我和弗宁娜，虽然不清楚你们在暗示什么，但我与他在许多方面立场很不一样。我想是的，梅洛彼得堡历史悠久，那里有很多，而现在灾难就要来临了，令人哀伤。啊，怎么突然下雨？也许正如你所想。什么什么水？还请不要这么惊讶。弗宁娜。那位莱特，你在听吗？非常抱歉，我们都是瞎猜的，该不会猜中了吧？你也不表个态。你们猜的没错，我诚心希望你们能为我保守秘密。好的，我们一定。不过我还有一个。请说。你看，你身为水元素的龙王，又刚刚逼退了，既然枫丹的预言是跟海水有关，难道没办法用你的力？如今这世上的元素龙，包括我在内，都并据说最早的建筑降临于提瓦特时，夺走了龙的部分力。龙有七种元素，神明也有七种元素。经历过那个时代的前任水龙王已死去很久，我作为继任者对这些古早历史知之甚少，但我想除非神明消失并归还那部分掌控元素的全能，就现状而言，我还是建议另寻办法。连你也解决不了吗？现在我要回去处理一些急事，如果还有什么疑问的话可以你忙吧，我正好也有想去的地方。旅行者，我们回梅洛彼得堡看看吧，我有点担心。那就下次见啦。天地宇宙分封乐园一地，我极断罪之皇女。
盟在哦，这样的声音大小。天晴了吗？真书此间须臾的霁月光风就如命运的转折点一般呢，愉快。我猜下一场应该是还是魔术更好玩。神明保佑，比起这个我觉得平安长大就很好了。话说，人类是从哪儿来的呢？还要多久？就让皇女的太萌在哦，这样的声音大小合适吗？